新消息，北京市密云区委书记夏林茂调任东城区委书记，原任密云区长潘林珠任区委书记。昨天下午，东城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夏林茂同志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张家明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此前，张家明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晓东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东城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的调整，是市委统筹考虑东城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从大局出发，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当天稍早时候，密云区也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潘林珠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密云区委员会书记，免去夏林茂同志中共北京市密云区委员会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调东城区工作。夏林茂同志简介：南汉族，1970年5月生江苏建湖人，199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曾任北京市规划委详细规划处副处长，市规划委房山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持工作党组书记、局长，市规划委朝阳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市规划委首规委办副主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督察室主任兼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区长，密云区委书记。潘林珠同志简介：满56岁，1962年9月生汉族，山西临汾人，1983年3月入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中南矿业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大学毕业，在职研究生，法国南希洛林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副教授，曾任北京冶金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北京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党办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学工部部长、人事处处长、组织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管庄学区副院长兼党委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